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开始一起来研讨《大智度论》卷三十五啊。前面一到三十四卷，它是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初品啊。那初品主要是序啊，称为序品。就是描述菩萨他要想要具足六波罗蜜啊、哦、他菩萨要学一切法嘛啊、成就佛道啊。有关于菩萨法本身最重要的呢就是六波罗蜜啊、哦、菩萨要学六波罗蜜。那另外就是也要学二圣的法门啊、哦、比如说三解脱门啊、三十七道品啊等等，这些他要学啊，当学般若波罗蜜，就是以般若波罗蜜相应来学一切的二圣法啊。另外还要佛的功德、十八不共法啊、四外智啊、四无所畏啊等等，大慈大悲。那菩萨的时候也要随分学那续品之后啊，接着我们三十五卷开始就要探讨第二品啊。第二品称为报应品，或者称为奉波品。在高丽藏的版本啊，还有十三世本的版本，它称为报应品。那么宋元明本它称为奉波品啊。为什么称为奉波呢？哦，下面会提到，就是菩萨他发愿要具足佛的功德，很精进的行般若波罗蜜啦、六波罗蜜等等，那这四天王非常欢喜啊！哦，菩萨这么样精进学佛，那不久就要成佛，他们很高兴啊！哈，想希望来奉波，成为奉波品。那为什么称为报应品呢？啊，这里的报应啊，并不是说哦，你做了坏事啊，会有报应啊。这里的报应，从文义来看，它是指好的果报了。好，就是菩萨精进的修学啊，感得就是天人哦，就是四天王天他要来奉波，感到相应的果报哦，或者说人天信受赞叹啊，这称为报应品。好，接着我们就来看内容。那第二品之后就没有像第一品这么样详细哈，一字一句啊做非常长篇大论的解说。好，第二品就一段经文啊，那罗什啊，它是比较简略的，来译出来啊。好，我们先看经文。佛告舍利佛：若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摩诃萨就是大士的意思啊，观音大士就是观音菩萨摩诃萨。如果菩萨大士行般若波罗蜜，能作是功德，能作是功德就是初品那边所提到的承办种种的功德，就是他修六波罗蜜啦、啊，哦，修三解脱门啦、啊、上七道品等等，那些功德。那能够承办这些功德，那时候四天王就非常欢喜啊、哦。四天王，这是六欲天里面的第一天，就四天王天，那第二天就是倒立天，又称为三十三天，那三十三天的天主就是第四天，或者称为四体还阴，这下面都会再提到这几个天，第三天就是焰摩天，或者翻为夜摩天，第四天就是兜率天。第五天化乐天，有的翻成乐变化天。第六天呢就是他化自在天，有这六一天。那六一天更往上面就是色界啦，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那初禅有梵天，或者是广称四禅都称为梵。那这几个天等一下会经常出现，让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在网上还有无色界天，
那么这里先提到在六一天里面的第一天是天王天啊，就非常欢喜。那有些寺庙它有天王殿啊，大家进大殿之前先经过那个天王殿啊，有四大天王，东方就是持国天王，南方的增长天王，西方是广目天王啊，北方是多闻天王，还有这四大天王啊。那四天王就非常欢喜啊，心里想：哎，我们呢应该以四波来供养菩萨啊。如前天王奉仙佛波啊，这四大天王在更早更早有更之前还有天王啊，那以前还有佛。过去的佛，那过去的佛也有以前的天王来奉钵啊，这个几乎是常法啊。那以前有这样的例子，那么现在的天王对于菩萨将要成佛，他们也发愿啊，要奉钵。好，这是经。以下我们看论，以何因缘故说奉钵品？我以为前面的续品已经说了很多啦，菩萨应该怎么修般若波罗蜜啊，修布施六度等等，哈、哦，般若有什么殊胜啦、啊，都非常赞叹的。那么现在为什么还要再重说呢？好，论主回答，答曰：前面虽然赞叹般若波罗蜜，但是还有一些没有谈得很具足的啊、哦，是未具足。另外呢，听闻的人。哦，他也不会厌足，所以再重说。复次，初品、续品，哦，重点在赞叹般若波罗蜜力。那么现在这一品奉钵品，来赞叹行者能够承办这些功德，四天王等哦会欢喜奉钵，可以得到这样的果报啊。哦，在复次，以菩萨能具诸愿行，哦，他能够具足愿力啊，还有他的修行，所以佛安慰，哦，来劝勉，说可以得到这样的果报，终不虚也。哦，那第一个谈的果报就是四天王奉钵。再来复次，般若波罗蜜有两种果，一个是成佛度众生，哦，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即使还没成佛啊，提到二者虽未成佛，受世间果报，就功不唐捐了哈。那进可攻，可以成佛度众生啊；退可守，至少还没有成佛嘛，可以得到世间的果报啊。世间的果报可以得到转轮圣王啊，或者是第四天。或者是感得梵天王啊，那转轮圣王他统领四大洲啊，啊，第四天他就统领四天王天跟倒立天，啊，那梵天王他就统领那个千世界啊，有的说统领三千大千世界，感得世间的果报，那世间福乐供养之事呢，他完全都能够齐备满足啊。今以世间果报来显示给众生啊，所以说这些事情。复次，世间一般人想要成就大的事业啊，那经常会有扰乱，不容易成就。但是菩萨就不一样。菩萨他内心下定决心，那外事哦，外面的因缘也能够具足，能够相应。如是等因缘，好，哦，来继续说第二品奉钵品。好，以下就解释经义啊。四天王欢喜奉钵，问曰：如果菩萨增益六波罗蜜时，他进一步增长修六波罗蜜的时候啊，诸天世人啊为什么欢喜啊？菩萨
他修六波罗蜜啊，修得很精进，那你欢喜什么呢？好，这是问这个问题。答曰：诸天，好，他们为什么会升天？一定会有修一些福德嘛，或者是布施啦，或者是持戒啊，或者是修定才能够升天嘛，那为什么会升天？诸天都因为十善，这修十善道，这是持戒了，或者说修定四禅四无量而升天。那这些功德皆由诸佛菩萨故有，就是由佛或者菩萨的劝化，他们才知道哦，原来要修十善道啊，修四无量心才能够升天。第二，如果佛出世，那诸天众就能够增长数量众多，那阿修罗的数量就会减少。如果佛不在世，那人心邪恶啊，勾心斗角啊，这样的话阿修罗种就会多出来，诸天修善法的人少了嘛，升天的人就变少，因为众杂福不清净故。即使修了一点点福德，但是夹杂了一些烦恼不净不清净的缘故。第三，若诸佛出世，能够断除诸天的种种疑惑，能够成办大事。譬如四体还阴，这里就提到第四天，这是欲界的第二天，道立天的天主。那他事实上是修福报升天的，但是福报享尽的时候还是会堕落嘛。那时候他很紧张，命快没的时候非常怖畏，到处寻找佛在什么地方啊，希望佛来救度他，但是到处找啊都找不到，那每次碰到这是不是佛就问难啊，请教很多问题啊，都不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那有关这一段释缘，我们在卷释的时候有提过啊，卷释大正章25册88页上栏啊，那边有提到啊。那第四天他看到，虽然看到出家人在山林啦、或者田野啦、闲静处，所供养者，他要请教他问题，但是都不能够解除心中的疑惑。那时候，毗首结摩天，这毗首结摩天是位于他住在道立天，他是第四天的臣，掌管什么呢？主要是掌管雕刻工艺这样的神，那他就跟第四天说：“听说有一位湿毕王，他苦行奇特，世间非常稀有的。诸智人，一切智人，很多的有智慧的人，说，这个人不久他就要做佛了。”那第四释提梵音他感到怀疑了，他成佛哪那么简单呢？这个事情不容易成办呢，为什么？就像鱼啊，鱼产卵很多啊，但是能够孵化成鱼的数量很少。或者安罗树花这样的花开了很多，可是结果都非常的少。另外一个是发菩提心的菩萨很多很多，可是真正成就佛果的非常少。这三世在因的时候虽然很多很多，可是结果却非常的少。那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佛呢？那我们来测试测试啊，看他是不是真的佛。结果第四自己又化成老鹰，那毗首结摩天这个臣子他就化成鸽。阿哥他就投入释毕王的怀中
啊，老鹰就说：“哎，这是我的食物啊，你还给我啊。”那国王说：“不行啊，不能还给你。”说：“那你怎么慈悲他，不慈悲我啊？我也是同样是一条命啊，哦。”那国王想，那怎么办呢？只好割自己的肉啊。哦，那在卷士那边描述的非常生动。他说：“好，你要割肉，那要同样的重量啊。”哦，结果一割来称，哎，怎么称哦，都没办法那个跟割同样的重量哦。结果全部啦，这个手背啦、腿、大腿、小腿啊，哦，都割了以后都还是很轻。万不得已啊，最后自己全身哈，哦，想要爬上那个秤，哦，这个筋骨都断了，哦，就是自割其肉啊，乃至举身上秤以待割命。那但是这样子哈，哦，筋骨肉都断了以后啊，那个意志并没有改变。这时地位震动啊，那四体完音等哈，哦，就是说哦。啊，这个是真的了哈，那不会随便退转，因此心大欢喜啊，善种天花，叹未曾有，就赞叹他哈，像这样的发心，非常坚固了啊，一定不久就要成佛。好，第四就是听闻菩萨增益六度，必当成佛，所以诸天欢喜。复次，凡夫人肉眼无有智慧，因为只有肉眼哈，没有办法判断好坏啊。有时候人家好心啊，但是他无知，没有智慧啊。有时候好心啊，不得好报啊，没有智慧啊。劳苦身躯，想要求得财富啊，他只顾自己的生活。那这样的凡夫，这么样的为自己没有智慧，哦，他听闻菩萨增益六波罗蜜成佛不久都还感到欢喜，啊，那何况是诸天呢？诸天，哦，他有天眼啊，哦，他有他心智啊，那更能够知道谁是菩萨，哦，谁是善人，那凡夫都感到欢喜，那诸天当然更知道要欢喜啦，哦。好，外人提出一个问题，在六一天里面的前两个天，好，就是四天王天，还有三十三天，就是倒立天，好，他都还有阿修罗之患难，就阿修罗跟天呢经常在打仗，好，那两个互有输赢啊，有时候天赢，有时候阿修罗赢，好，他说。第三天以上，就是夜摩天以上这些天，啊，四五六，三四五六这些欲界天，没有阿修罗的患难呐，啊，那有什么好欢喜呢？啊，答曰：夜摩天以上的诸天，虽然没有阿修罗患，但是如果佛没有出世的话，啊，能够升到那么高的天的人，啊，势必非常的少，即使有升到那么高，但是五欲不妙。在经上讲，就是同样是升天，如果说越清净的话，它的光越明亮，还有它感的果报越殊胜。所以者何？它只是修不净福的缘故。色界诸天宫殿光明寿命亦复如是，哦，同样是升到色界，啊，如果清净的话，越加的光明，哦，寿命越长。同样的，啊，我们升到人，那个福报啊深浅也各有不同嘛，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哦，好。第二，以佛菩萨出世故，知道五欲或者是禅乐无常，禅位就是有色界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或者无色定，啊，五欲这是欲界天的啦，但是不管是欲界或者色界、无色界啊，这样的五欲乐或者禅定乐，它还是无常的啊。
那诸天当中有人比较有智慧的人，他了解这禅定五欲都是无常，他想要求更高的解脱涅槃乐。那这样的解脱涅槃乐呢，只有佛出世开导教化，依着修学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常乐涅槃。以世间乐涅槃乐皆由佛菩萨得，是故欢喜。譬如甘美果树茂树成就，人大欢喜。那同一棵树，各取所需。有的人他是在他的树荫下乘凉，他乘凉只是遮止种种热闹。那有的呢，他采他的花，有的食用他的果实。那菩萨也是一样，能以离不善法应遮三恶苦热，就菩萨也是如此，他离了种种不善法，就好像说那个可以遮止三恶道之苦，不会再堕到三恶道。这以这个树荫，譬如树荫来遮热苦。那花的话呢，它是来譬喻给予人天的福乐，富乐。果的话有三圣果，声闻果，辟支佛果，还有佛果，令诸贤圣得三圣之果，是故欢喜。这个层次有不同了，有的他不会堕三恶道，他就很欢喜的。有的得到人天的福乐很欢喜，有的得到涅槃或者成佛，那更欢喜。好，以下解释释天王以波奉菩萨。问曰：那诸天，天有六欲天啊，有那个梵天等等啊。那天这么多，它很多是很多东西可以供养啊，为什么一定要奉波呢？答曰：四天王奉波以于天供养，诸天供养各有定法，就说不同的天他担任的角色不一样啊，服侍菩萨他各有不同的角色啊，就像说佛刚出生的时候，四体完音啊，这个是道立天的啦啊。他就以天衣来供养佛身。那梵天王这是更高的咯色界的梵天王，他亲自为菩萨执伞盖。那四天王他守护在四边。净居诸天净居天这是第四禅天第四禅天的他想要令菩萨生厌离心，变化作老人、病人、死人及沙门身，就是释迦菩萨以前是王子嘛，后来出游的时候出城门啊，看到老病死啊，还有看到出家的沙门，让他感受到无常要厌离。又出家的时候，四天王因为他感受到这生老病死之苦啊，想要逃跑出家，当然有城门啊，那个马要跳出去啊，就四天王他赐使者来捧着马足这样子出城门。那四天王从四边来保护守卫菩萨第四天还取，因为剃发嘛，他自己剃发，要把那个头发放在天上城东门外而且还立那个法塔。又持菩萨宝衣于城南门外立衣塔，就原来的衣服脱下来换成袈裟了啦那佛到菩提树下，有奉上好草来铺座。
执金刚菩萨啊，这如角注十三刮胡二这里提到，这是本来是大力夜叉啊，为四天王所统帅，所以等于是四天王天的部署。他常执金刚啊，维护菩萨，还有梵天王请佛转法轮啊，像这样每个天呢、啊，各个扮演不同的任务啊，来供养佛。以是故，四天王奉钵啊，四钵亦如先说啊，这个在卷二十六那边有提到。好，万又提出一个问题。佛一生何以受四钵啊？佛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张嘴巴，一个钵就够了嘛？怎么那么贪心呢？啊，那四个钵，一个人要吃四个钵才饱吗？这外人也很会问哈、啊。那为什么一个人要接受四个钵呢？好，论主回答：四王力等不可偏受啊，四天王。这东西南北天王，但你也要供养钵，你要供养，那怎么办？取一个，那得罪另外三个啦，哈、哦，哎，那佛就很公平了哈、哦。好，那四个统统接受，但是四个接受以后，它合成一个，啊、哦，又令见佛神力和四钵为一，啊、哦，这四钵把它叠在一起，嗯，哦，那四天王一看。欣喜起清净心起正信，做事念、哦、我等从菩萨出生至今成佛所修供养功德不虚。好，万人又问，四天王的寿命500年，500岁，那菩萨他是发长远心呢、啊、要过无量阿僧祇劫才成佛。那外人说：“哎，那你四天王寿命才500年啊？那菩萨，那发心那么长远才成佛？那你现在供养钵啦，或者是你现在供养，这什么时候才看到他成佛呢？那不是遥不可及吗？哈、哦，今之四天非是后天，那你现在你供养了，哦。”什么时候会成就根本不晓得吗？那你是不是欢喜的太早了啊？外人在提出这个问题。好，论主回答：同一姓故。譬如贵姓啊，就高贵的种姓啊，族姓，它能够延续啊，流芳百世啊，不会因为遥远啊就有什么不同。第二，或时行者，啊，看到菩萨这样的增益、增长，修六波罗蜜时候，他发愿，哦，菩萨成佛的时候，那我那时候我要来奉钵，啊，那有发这个愿，如果愿也很坚定啊，有因缘和合的时候，啊，那时候菩萨要成佛，他也在。在感得那个因缘啊，跟菩萨见面，是故得生。好，第三，四天王的寿命500岁，但是他的一年跟人间的一年不一样哦，哈，人间50岁是四天王的一日夜，那一个月有30天呢，啊，一年有12个月。这样算起来，等于是四天王的寿命，如果是500岁的话，人间就900万岁了啦，啊、哦，很长。那菩萨他长久的修行啦、啊，哦，如果说在900万岁，说不定以前也修过一段的啦，哦，或者说他很精进啊，在900万岁之间能够修行成就的话，那四天王天他还是可以碰到嘛。用这个来解释、菩萨能做是功德，或者说他已经很精进、哦、剩下不久就要成佛了，那四天王天出生的四天王天、哦、他足够、啊、可以遇得上、
好，万人又问，如大圣经中说，有的佛啊，他以欢喜禅悦为食，他不一定要吃这个团食了啊，不一定要吃一般的团食。这团食就是啊，比如说我们用手捏那个饭团了啊，就好像天王佛，天王佛是一尊佛的啊，他衣服仪容与白衣没有什么差别啊。不需钵食，就是有的佛他不一定要用钵啦，他有的禅悦为食，那有的是在家现白衣相，他也不一定要像出家人用钵 来吃饭。那你为什么说四天王一定要奉钵呢？我这外人他也是博学多闻的，各种佛啊，他也广博多闻。答曰：定者为用钵者故，不说不用。就是有的佛他是出家他要用钵，对，针对这个来说。复次，用钵的佛比较多，不用钵的很少，所以以多为定法。好，接着第二大项，诸天欢喜他们几世供养，供养菩萨啊，他还有请菩萨，请佛转法轮。好，我们先看经，三十三天是倒立天，前面因为提到四天王天了嘛，就预计了第一天，所以这里从第二天开始，从倒立天，乃至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就是六一天的最高的第六个，这是等于是六一天的后面上面的那五天，前面四天王天奉钵欢喜，那么另外的欲界的五天也欢喜，那他们也心里做这样的念：我等当几世供养菩萨，减损阿修罗种，增益诸天众。三千大千世界，四天王天乃至阿迦尼刹天，阿迦尼刹天这是色究竟天，是色界四禅最高的那一天，叫色究竟天，皆大欢喜。所以这句就包含了六欲天，还有色界的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欲界天还有色界天都很欢喜啊！意念言，那我们应当请菩萨大转法轮。那这里没有提到无色界天，因为无色界天没有形象，那这里不说。我们看论的解释。是曰诸天等就用花香璎珞礼拜恭敬听法赞叹等供养，也作是念：人修清净的福德，那阿修罗种就减少啊。那三十三天啊，种种诸天的数量就能够增多。好，外人就提出一个问题啊：上六种天已说，就是前面已经提到六一天啊，那为什么这里还要更说三千大千世界中乃至？色究竟天欢喜供养。答曰：先说一须弥山上的六天，只是一个须弥山上那边的六一天，那这个地方不只是一个须弥山哦，它是三千大千世界的诸天那范围非常的广，就不只是一座须弥山了那有千了须弥山了。那之前只是说欲界，那么现在呢，说欲界天还有色界天都请佛转法轮那前面说到净居天种种供养劝助现在
提到转法轮，就是阿迦尼匝天，这也是四禅天里面有包含到净居天，所以前面提到净居天供养劝住，这边又有提到净居天还请佛转法轮。好，接着外人又提出一个问题，说在经律论的三藏，我们只看到说梵天请佛转法轮，一般的声闻经典都这么说嘛，梵天请转法轮，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大圣般若经说四天王天乃至色究竟天，就是二界欲界的天啊，还有色界天，不只是梵天哦，连欲界天包括所有的色界天都在劝佛转法轮。那这里回答，答曰：欲界天比较近，因为火是在人间成火嘛，就在欲界啦，所以欲界天很容易来请佛转法轮。再来提到色界都名为梵，这个梵字有狭义也有广义的意思，狭义的就是初禅天，广义的就包括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天，统统包括。所以这里是从广义来说，色界都名为梵，如果说梵网请佛转法轮，代表不只是初禅天，二三四禅天都说了。又梵为色界出门，色界出门就是初禅天嘛，那如果说到前面，那后面也跟着说了。复次，众生有佛无佛，那对于梵天，梵天是印度传统宗教他们礼拜的最高的神了，那很多人都知道有梵天，那这个时候由梵天来请佛转法轮意义就很重大咯，对不对？一般人他们认为最高的神已经是最高了，竟然他还请佛转法轮，那代表佛又在梵天之上。所以一般人以梵天为世间的祖父，那为世人故说梵天，举梵天，大家就知道。那法轮相如先说，这在卷一卷二十五有提过了。好，接着我们看经，第三部分。菩萨增益六度时，诸善男子善女人乐为菩萨亲眷，乐为菩萨眷属。舍利佛，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增益六波罗蜜时，诸善男子善女人个个欢喜。我们注意一下，在最前面996页的讲义，前面是提到行般若波罗蜜能作是功德，就是承办种种的功德，承办的功德还有包括初品所说的六波罗蜜啦，二圣的一切法啦，还有佛种种的功德。那欢喜的是天众在欢喜。好，那我们现在看讲义1000页，这里提到的行般若波罗蜜增益六波罗蜜时，它不是承办一切功德，它锁定在六波罗蜜。那欢喜的是谁呢？是人间的善男子善女人，是人呢，前面是谈天欢喜，这边是谈人欢喜。那欢喜什么呢？他心里想，这个菩萨很精进啊，他好好修学，结果有人发愿，我将来要做他的爸爸，有人说我将来要做他的妈妈，有人说我将来要做他的妻子，有人说做他的儿子，有人做他的亲属，有人愿意做他的朋友，那知识就是好朋友了。那碰到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假如是真正善的话还好，假如不善的话，那
对菩萨来说也是很麻烦的事啊，对不对？哦，发这个愿，嗯。好，那我们看论的解说。问曰：前已说能作是功德，今何以复说增益六波罗蜜？能作是功德，就是前面讲义996页所说的行般若波罗蜜，能作是功德，就承办一切功德。那如果承办一切功德，应该有包括六波罗蜜啦，那为什么这边还要再重复说增益六波罗蜜呢？好，论主回答，之前是总相，现在说别相。再复次，前面所说的功德，种种无量，太多了啦，听的人他感到厌倦，那现在呢，只是简略的说六波罗蜜，只要说六波罗蜜，他就能够含摄，其他的种种功德。好，第三复次，为诸天来说能承办一切功德，那这个地方为人，那只要说增益六度就好。为什么说对人来说呢？何以知之？从哪里知道是对人说？如后说善男子、善女人，他就不是谈诸天欢喜了，他是善男子、善女人欢喜。好，接着解释经文。善男子、善女人是什么意思？问曰：摄天王天乃至摄究竟天，为什么不说善天？就六一天啊，还有四禅天，那我们也应该可以说它善天啊。那为什么只有人加个善字，称为善男子、善女人？好，论主回答：诸天他们都有天眼、天耳，有他心智，他们能够知道谁是菩萨，能够知道供养菩萨，所以都是善的啦。你也是善，他也是善啊，每个天都是善的，所以不必再特别说哦，这个善天，那个是恶天，不用这样区分，故不别说其善。那人就不一样啊，人他是肉眼，以肉眼见无知，无知。我们在997页啊，这边也有类似的文句。在第四，复次，凡夫人肉眼无有智慧，没有智慧分别。这无知并不是说他没有脑袋瓜无法分辨，不是那个意思了他没有像天人那样子有天眼天耳，能够知道谁是菩萨啦，知道修善法啦等等。一般的人是这样的但是呢，当中有善的人，他能够知道供养，那这样的善人算是很难得了数量不多，以少故别说善者。所以在人中不是所有人都是善的，有一部分能够知道供养，能够知道修行的，我们就别称为善男子、善女人。那他怎么知道修善呢？善者从佛闻法，因为他听闻佛说法，他即使说没有天眼啊、天耳，但是他要听法，听佛说法，知道修善。或者从弟子闻，或者是听菩萨来说法，或者听到佛为他受记，将来会做佛，或者说佛为某某菩萨受记，他将来会做佛，他觉得赞叹来供养，或者听闻佛赞叹他有好名声，所以他知道修善。好，外人又提出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只有说男子女人善，而不说二根无根者善？
二根就是有的人比较特殊了哈，他同时具有男根、女根。无根就是男根、女根都不健全的哈。好，答曰：我们先谈无根者啊。无根所谓无得道相，是故不说啊。在律典讲，如果是无根的人啊，他不能够出家。以其失男女相故，他的心呢、啊，漂浮不定，因为小小的因缘，他就容易产生嗔恨心，烦恼多故，执着世间的事，啊，心里多以往，不乐道法，对修行的修道的事，他比较不好要。虽然能够稍微修一点福德之事，但是智慧浅薄，不能深入啊。他的心性容易转变啊，所以不说无根是善。这是声闻法如是说，说无根的人啊，没有得道相。那大圣之说啊，大圣法中譬如大海，无所不包容。无根的人啊，也有修善的，不过因为少，所以不说。所谓少，有两种少啊，一个是这一类的人很少啊，是于男女中这一类的人比较少，无根的人比较少，所以不说。另外一个呢，是这无根人修善的人更加的少啊，很少，所以修善的少，也不再说啊，善无根之人啊。不说了，譬如白人，白人他不是全部都是白的啊，或许牙齿是白的啊，但是他的胡子啊，他的头发是黑的啊，或者长了一个黑痣，黑痣这眼子黑啊，小小的黑痣，你不能说因为他的黑痣或者是胡秋啊，这个胡子是黑的，就说他是黑人。不能这么说，因为少的缘故。好，以上是无根者，不说他是善。那二根人烦恼多杂，因为他同时具有男根又具有女根，所以他一行男士一行女士，他的心邪取不正，难能劝勉，难能救助。譬如愁林夜木，愁林就是很繁密的那个林啊。那繁密的这个林，你要把那个木头要拖出来的话，弯曲的话就很难拖得出来啊。直的就容易把它拉出来，那代表直心是道场啊。如果弯弯曲曲的话，不容易入道。又如阿修罗，他心不端正，他的疑心特别重啊，经常怀疑佛，以为说佛对天啊帮助比较大，为什么我跟天打仗啊？为什么有时候打输啊？他就怀疑，是不是佛这暗中啊助天一臂之力啊？那佛为阿修罗说五蕴。他就怀疑说：“应该有六蕴吧？你为什么跟我少说一蕴呢？”那佛为阿修罗说四谛，他又怀疑说：“应该有五谛吧？你为什么为我少说一谛？”那二个人也像这样子心里多邪取不正，不堪得道。因为这样的缘故只有说男子女人中善。这是善男子、善女人。好，接着，男女多具善相，故说善男子、善女人。那在善男子、善女人，在经典里面经常来描述，就在家种了，是优婆塞或优婆夷，那但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好好想一想。以前我们看经典啊，善男子善女人，好
好像我们就是其中一份子啦，哈，啊，男的女的这样子。可是我们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善男子善女人？我们看大智论的解说，哈，善相者有慈悲心，能忍恶骂。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慈悲心啊，哈，这师父念你两句啊，我就跑掉了，哈，或者说哎讲你怎么样，不来听课了，种种，这个要有慈悲心，能忍恶骂。如法句经的骂品，能忍恶骂人，是名人中上。啊，就像一匹良马，哦，那良马特别好的马呢，它是选来啊给国王当车胜之用的啊，可以适合成为国王的所乘坐的这良马啊。那我们看我们是不是？有慈悲心，能忍恶骂，才称为善男子、善女人。好，好，再来，以五种邪欲及鞭杖打害、戏服等，都不能够毁坏其心，是名为善相。五种邪欲，我们看角注34。第二行，哦，五种邪语不能坏心，哪五种？妄语说过，也就是说某个人，哦，有人打妄语说，哦，他多坏多坏多坏，事实上他没有这么坏啊，哦，那人家造谣啊，哎，他的心也不动，这才叫善男子善女人哦，哦，即使人家妄语啊，哦，或者恶口开口闭口啊，在大庭广众啊来恶骂他，哦，不时说过，就是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还在说，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容易接纳，对不对？心情不好有时候 就很难接受，或者恶心说他的过失，或者不利益，对他没有利益，来说他的过失，甚至来鞭打啦，或把他绑起来，哎，他的心都坚固不动摇，那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好，好，复次，三业无失，乐于善人，就身口意业没有过失啊，哦，身没有过失不容易啊，嘴巴没有过失，意要没有过失，这也 不太容易啊，哦，嗯，而且那对他人有善的行为，哦，他不加以毁谤啊，不只是来显耀自己的功德，随顺众人，哦，不说别人的过失，不着世间的乐，哦，不求好的名声，信乐道德之乐，哦，不是追求五欲之乐，自业清净，哦，不恼众生，哦，不要恼众生，那才是善男子善女人。那心啊，重视真实的法，哦，对于世间呢，啊，哦，他能够知道要放舍了，哦，轻贱世事，世俗的事，不会因为哦今天有这个世俗的杂事啊，不来听大智的论啊，他，哦，不会这样。唯好直信，不随他狂，哦，他喜好正直啊，守信用，哦，不随着别人欺狂。他为一切众生得乐，哦，就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了，啊，他为众生得离苦，自舍己乐，令一切众生得离苦，哦，甚至还自己，哦，来替代他受苦，如是等无量，这才名为善人相，哦，那这个相呢多在男女，所以说善男子善女人。哦，最近看到这一段觉得很高兴，哦，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好好反省我们到底是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